我先引用这个公案。清朝有一位叫郭大春，还有郭双桂、郭三槐三兄弟。那么这个三兄弟里面呢，郭三槐呢常常欺负他哥哥、大哥跟二哥，而且到县衙里面呢去告两位哥哥的状。有一天呢，他回到他家里的时候，经过旁边一个佛寺，也就是他去告状回来以后，经过一间佛寺，刚好呢，他在那边呢，中途就休息一下，就在佛寺旁边休息。休息的时候呢，正好看到大概佛寺在做这个法会，他就看到这个庄严肃穆的法师呢，站在大殿里面，这表示他能够到佛门，到佛门清净地呢，他还是有善根的，只是他无明习气呢，贪嗔痴慢疑障碍了他的这个本性。他就站在那边看，他看到那个法师在诵经，这个钟声跟梵音呢清澈嘹亮，那位叔侄呢刚好在做一个大概是一个消灾祈福的一个法会，那位功德主就是施主，他身穿一个很朴素的衣服，但是他其实面容呢憔悴，而且非常的哀伤，他跪在那个地方，然后那个师父呢就在朗读那个书文，而那个跪在书后面的那个施主呢，他就泪流满面，泪流满面。那么形状呢，就好像有说不出的凄惨难过。那郭三槐呢，当时站在旁边看，他就问那个出家人，其中一个出家人，他就问他说了：“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？”那个僧人呢，合掌呢，就说了：“阿弥陀佛。”他说：“这位师子呢，就是在法师后面那位师子呢，他的尊兄呢，病情非常严重，快死掉了。他特地来这边呢，来这个佛寺呢，为他兄长祈福。”那么郭三槐听了以后，这句话听完以后呢，呆呆的站在现场，好久好久呢的时间呢，一动也不动。忽然间就像发狂一样，顿足捶胸啊，顿足就是脚踢的地上，那打击的胸部啊，顿足捶胸喊道：“人家的兄弟是这样的啦！”就一直讲这句话，就反复一直讲这句话，唠叨就说：“人家的兄弟是这样的啦。”这个叫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念自省，可是人人都有这个什么？人人都有这个。我们有这个善根，我们讲说七圣财，七圣财里面，我们第一个叫信财嘛，我们以前讲过嘛，那么其中有一个呢，叫做惭愧财。七圣财就是你本来具足的这个信德，这个功德法财，你世间财都会被抢走的，都会被劫走的。你投资失败，你的钱就不是你的，这个世间财就不是你的，小偷给你抢走的就不是你的了，官府扣税那不就不是你的了，败家子给你败完那也不是你的了，你得癌症到医院去花光了也不是你的了，水灾地震洪灾战争来火灾来不见了，那财产也不是你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讲说，我们讲说七圣财，这个惭愧财叫功德法财，只有这个财是真正属于你的，这个财是别人抢不走的，本来记住人人都有，这叫功德法财。功德叫戒定慧，世间财它会增长你的贪嗔痴。那为什么叫功德法财呢？它是智慧财，
它可以让你到彼岸，这个资粮。我们说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它就是福德啊。所以惭愧才在我们佛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门。我们现在在推广这个沾茶善恶业报尽心法，偶益大师就是发现到这一点。他说你如果业障没有消，你想要求这个定慧，那是障碍重重。你不能够弃入经历，人家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你是怎么读都领悟不进去啊，而且容易昏沉，障碍很多，障眼很多，很容易起贪嗔痴慢疑，习气毛病很不容易断掉，那就必须要怎么样？必须要这个惭愧才跟忏悔。那这个忏悔法门呢，偶益大师就创这个沾茶善恶业报尽心法。那刚好偶益大师他写这个尽心法以后，那么定中法师到真的经说呢，他是想要得到这个戒体，受戒的戒体，他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清净的轮相。那正经说很多法师呢就跟他推荐说呢，修沾茶忏的进行法，偶益大师呢所著作的，那定法师呢就非常的用功去拜拜万佛，那后来得到清净轮相。所以这个人呢就是看到法师在诵经，那个功德主在那边呢非常的悲伤，他看了以后就一直讲说，人家的兄弟是这样的，就是他什么，他的惭愧才，他的惭愧才呢已经流露出来了，可惜呢是真的他呢福报比较不够，没有遇到善知识。那旁边的人呢看他反复的不断的在唠叨讲这句话，人家看他在发狂了，就拉拉扯扯把他送回家，然后他不吃不睡，仍然是顿足捶胸，不断的叨叨念这句话，一直折腾三天三夜也没有停止。他的哥哥郭大春跟郭双贵听到以后就赶过来了，他们本来已经跟郭三槐呢分开居住了，那听到郭三槐突然间发狂的消息呢，他们都很匆忙的赶过来看探望，他们就拉着郭三槐老弟的这个手呢说，泪流满面的说，弟弟你为何变成这个样子呢？郭三槐又是呆呆站在那边呢好久，突然间抱着两位哥哥说呢，两位哥哥原来待我这么好啊，说着呢不接的悲痛着哀嚎叫了数声以后，突然间往后一倒下去呢就断气了，就死掉了。有人说呢他是哀伤过度，有人说呢他是神明惩罚他，但是呢清朝的这个纪晓岚呢，这位大菩萨呢纪晓岚就说了，他说不是，不是神明惩罚他，他说呢这个是圣贤呢叫他改过。佛家说讲忏悔，他说呢他是因为他真情流露，他天良发现，他起了非常惭愧的心，非常自责。他说假如那个时候这个人能够立定志向，他就可以成就孝悌之行。他为什么突然间死亡呢？是因为他看到别人兄弟是这么个有爱，自己的兄长是这么样的关心，他心中大为感动，一时呢天凉即花，自觉呢无颜面可立足于世间，所以两眼一闭，逆身房前了。这是当时纪晓岚给这个故事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纪晓岚他所下的评语，他所下的结论，
那纪晓岚又说了，他说可惜呢，他自己知道自己的过错，却不知道如何补过自新。不过这也奇怪哈，他当时既然已经到佛门了，为什么不赶快接引他度他呢？那法师怎么不敢叫进来说，那时候叫他拜佛啊，叫他念佛啊？好，这个却不知道如何补过自新，只凭意气用事，加上他自己本身呢没有修行的智慧，又没有良师益友开导，又没有贤妻来劝导他，以至于他没有断恶修善、转恶为善的机会，这是非常大的不幸。所以呢，纪晓岚说，没有良好的教育，不知道做人应有的道德准则，所以平凡家庭的子弟，从小就应该好好的教育，使他们先懂得理。其实我们讲真的，我们现在在研讨泰山感应篇，何尝不是在教育我们自己呢？我们就是不懂这是圣贤的道理啊。我们今天就来欣喜这个泰山感应篇汇篇，我们就在接受圣贤的教育啊。我们看到这个故事，我们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。我们会增长我们的智慧之粮啊。我们以后就知道怎么教育祖孙啊。如果我们不懂这个圣贤道理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教下一代了。这个叫做什么？这是陈大慧老师讲的。他说：“不孝有三啊，无后为大。”他说：“老和尚讲这个不孝有三呢、啊，他说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个大，不是说啊，你没有生儿子就是断了这个香火了。我们。”传统上都会觉得说，好像是没有儿子是被断香火，对不对？法师说不是啊，你真的不能够传承这个家业、家学、家业、家风，你把你这个家的家业、家学、家风败坏掉了，那才是无后为大。那怎么会生出这种子孙出来呢？对不对？有一个叫巩传的这个人，他本来是一个船夫，在长江啊以渡船为业。那么呢，有一天有一个人呢就搭了他这艘船，那么当天呢夜夜风高，风浪很大，狂风大雨。结果呢，那个夜夜风高嘛啊，狂风大雨的话，只有船的上面只有他跟这个富翁嘛。他想说，反正没有人知道啊，我把他推荐谁知道呢？但是他看到那个富翁带了一大笔钱，他的那大笔钱黄金，他就把那个趁他没注意的时候，把那个人推到那个海里面去的，溺死了。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。老和尚讲呢，你把他杀死了，他最慢49天之内找你报仇，没找你报仇呢，到你家呢投胎当你的儿子。将来的继承你的财产全部又还给他了。那这个巩传呢，他就挤下这个巨商呢落水以后呢，然后夺取他的财富呢财宝，后来这个船夫呢就没有再做渡船为业了，他变成富翁了。后来这个船夫呢就住在维扬，就今天的扬州。他生了一个儿子呢，长大以后呢，他看他父亲像仇家一样、仇人一样，巩传就很生气了，因为被这个儿子气死了，就跑去问姬仙了，就胡乱那个姬仙了。这个姬仙呢就说了，他说：“庚子八月西风恶，扬子江中波浪作。20年前一念差呢，贵金四把心头摸。”哦，这鬼神真的很厉害嘞。20年呢、啊，那鬼神都知道啊。鬼神他有神通啊，我们说他有天眼通，他有天耳通啊。哈，你看他把它断得准准的，庚子年那一年，就是那一年叫庚子年，而且时间是八月，他都跟他讲出来，
庚子八月西风恶，西风恶就是什么？长江江上呢，狂风大作，一黑风高啊，哈，扬子江中破浪作，所以证明刚才我们讲说，天眼洞视，天耳测听，神之听之。哈，实木所视，实指所指一样，这里就给你做一个印证了。扬子江中破浪作，连发生地点都给你点出来，在长江。而且呢，那一天呢，波浪很大，风浪很大。20年前一念障，你只贪那一带的钱，你看你动那个心念，上天都知道。这叫什么？20年前一念差。贵金是把心头摸，你摸一摸你的心头啊，这个拱钻呢，大惊失色，因为断得太准了。他20年前推人下海斗财的秘密是，时间是庚子年八月，地点是扬子江，天气恶劣，这些隐微事，老天怎么都知道呢？对不对？老天当然知道啊，那个。姬仙呢叫他摸心头，后来拱钻呢离家出走，因为他想天都知道，那地也知道啊，他就离家出走，在他乡呢死无其辙，客死他乡。拱钻谋夺别人钱财不能够自用，最后还是落入冤家不孝子手里，就是前世被他杀死这个钱财的主人的手中。所夺到的只是20年的提心吊胆，己不得好死，但阴司的账还没算呢，因为杀人啊，欠命的要还命啊，欠债的要还债啊，那欠债还完了，那欠命呢？哈，所以呢，最后《泰山感应篇》汇编里面这些法语，我们把它练一遍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已来迟啊。世间没有百岁的人，天就有未了结的案。那么报应里面呢，有现报，这一个呢，有生报，有后报。那么念头有转移呢，报以尊重，或在本身，或在子孙，或在现世，或在后生。大小处事呢，变化千里，丝毫不错。这一段呢，可以把它背起来。报应不是在你自己，就是在你的子孙；不是在现在，就是来世，就下一世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大小快速，变化千里，绝对不会错，就丝毫不爽。所以我刚刚讲，报应有现报、有生报、有后报。现报现做现报，生报现在做来世报，后报。等三世十百千万生才受报。在《安世贤师》呢，里面呢，殷志文里面有讲这个故事呢，就文昌帝君殷志文《广义节录》周安世居士所注解的这一本善书里面呢，有说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讲四川呢，刘备在建国的时候，当时呢，因为遇到大饥荒，那么巴西呢一带呢特别的严重，那么有一个很富有的这个农夫呢叫罗密，他存的这个稻谷呢有5000多斛，这个斛呢是古代的一个计量单位，左边是一个角。右边是一个北斗星的斗，这个字念斛。那么一斛呢是这样，它是以10斗为一斛，啊，也有以5斗为一斛的。那它5000多斛，那就换句话说，乘以10斗的话呢，它有50000多斗的米，它藏起来不卖，它让它米价一直涨得很高的时候，它在卖。我们刚刚讲的，实木所视，实指所指。上帝呢，灵之见之，神之听之，老天都在听你，老天在看你，天地有思过之神，
结果呢，这个罗密呢，他认为神不知鬼不觉。我长明谁知道？我等到他涨价，我再来卖，谁知道？所以我刚刚讲说，人算不如天算。他就这样算好了，一定可以涨价，一定可以赚大赚一笔。现代人还不是这样吗？买股票、炒基金，啊，用诈术去骗人家的土地钱财，他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呀，对不对？这个罗密呢，他认为他这样没有人知道，所以他门关起来不卖米。那当时闹饥荒啊，那当时有一位义士呢，义士就是我们现在讲很慈悲的人，我们讲说像菩萨一样，他叫什么？他叫喜荣。喜荣他倾家荡产，把他所有钱财全部拿出去救济，赈济贫困。但是呢，他全部都用完了，力不能相济。可是他看到灾民不断的挨饿死亡，他心里非常的不忍心。这个喜荣，不久之后呢，突然间呢发生一件奇怪的洪灾。我跟你讲说，你可以不怕法律，你可以不怕政府官员，但是老天哪里有办法？天灾、鬼神哪里有办法？结果呢，突然间发生一个怪风呢，把罗密家呢那个谷仓吹倒，谷粮呢随风飘，撒到各处，成包成团的降下来。县城里面的人都捡到了，有米可以吃。罗密所积的这个稻谷呢，一天之内全部被风吹走，真是呢，人算不如天算了。灾民都被喜荣的义举善行呢，感动的来感谢他，对罗密呢幸灾乐祸，拍手称快。不久呢，罗密就是因为气愤呢上吊自杀身亡。我们知道净空法师在讲《华严经》的时候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有草木神，这个草木也有神啊，你不要说这个草木好像没有什么就把它随便砍伐。好，那我就举一个我亲身的一个经历。我在我们新北市的这个三峡长寿山呢，有带共修十年，那个长寿山呢盖了大概已经有六七十年了，它后面呢有两棵老榕树。那么这个老榕树呢，在2001年呢9月16号到2001年9月19号，刚好那时候台湾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灾，叫纳莉台风。哈，那个时候雨量非常的丰沛，造成北台湾呢严重的水患，连这个我共修地方这个长寿山呢，这个大雄宝殿后面那两棵老榕树呢，有一棵呢就成了半倾斜状态，就快倒掉了，倒下去了。那么那个长寿山的这些这个菩萨呢，就决定呢，这个主事者就说要把这棵老榕树呢，要把它锯掉，要把它锯掉。那我觉得说这棵老榕树最少也有两三百年，当时我也不太赞成把它锯掉，我是说想办法把它吼那个掏空的部分能不能把它再填土，然后把它扶正。让这个老榕树能够再活起来，我当时也是这样建议。可是长寿山这个主事者呢，他说不行，他说这棵老榕树要把它锯掉，就连根拔起。刚好呢，第二天呢要去把它请工人来把它连根拔起，要把它锯掉的时候，我们刚好有一个师兄叫康隆正师兄，他现在都在帮助我放生。那这个树木也没有神呢，有。这个榕树的老神呢，就托梦给这个康隆正师兄。我特地去问我们康隆正师兄说：“哎啊，他怎么给你托梦啊？”他就让我看到那个树全部掏空、挖光了，没有树了。他先让我看那个风景跟景色不见了。他告诉他说：“你不要给我挖掉嘛，不要给我砍掉嘛。”那康师兄第二天醒来就很惊讶，就去告诉我们那个长寿山那个师姐说呢，不要不要不要挖，不要挖。
他说昨天晚上呢，这个榕树的树神呢，有来给我托梦。他说呢，我想给他做过法会。他说，纵使要把他祭呢，我也把他做过法会呢，把他这样能够呢啊，给他祝福。他是很如法的，就像以前人家，比如说要在山上，如果要除草，说要山上要砍伐的时候，那前三天、前一个礼拜都会先怎么样？先撒大悲咒，先撒净了，叫这些蠢动啊，你先赶快搬家，先叫他们先离开现场。我这边要整理这些树木啊、草皮啊。所以我们在康龙镇寺乡，他都有照这样去做啊。这个说也奇怪，他法会做完以后呢，那个主事者呢，常说主事者说：“好了，那就不用砍了。”那再请专家来研究能不能把它扶正呢？很后来真的想出方法，把它扶正以后再填土，那这个树现在又好好的，这个树根又开始发展起来了。好，就是说连老榕树都会来托梦。